调酒师单恋喧嚣合集，这边我们试下调酒师六喧嚣，有曲弦选的是小推。哎，这个 PPT 手感还是挺优质的，我觉得这个。你看喵，想套路没套路到。我包不跟他打了，哎，坏了。哎呀！你看我哪不去出去跟他打吧？你的帐篷还没出吗？你要调酒就好了。烦呐，这调酒师还很烦呢。我是不是还能再调一次啊？嗯，这里没有脚印啊，为什么你过去了？这张怪不显示脚印。我去！我逗。怎么还有加速啊？有啊。打死我，你就等着去了。翻过头了，这什么鬼啊？黑虫，这能翻过头的呀？这个翻过头的落点怎么是落在那个地方啊？嗯。完了，你手搓，如果是 PC 的话就更恐怖。你现在还是个手机。调酒师很烦呐、啊，他能稳。那我要等那个了。你要打调酒师的话，我得带闪现这种。你闪现有用吗？有一点，好多少有点。来，我们然后我要等张狂，我要等个张狂。这边的话是第二把。骗到了。这把半蟹说他换了一下思路，让我先溜一会儿，等他张狂，免得我回血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吧。你要是放了一个黑的话，我是不是去了？也没道理。别真了，都不用张狂了，你直接被真掉了。怎么往没有板子的地方溜啊？有道理，为什么不往有板子溜呢？你为什么不往小门继续拉点？因为脑子坏了。脑子坏了。被上一把的胜利冲昏了头脑，这把直接被我真了。因为脑子坏了，但是也是66秒了。这边换我们第三把，我了个豆！你为什么不打刚才？刚才那我打了，我就回血了。哦，你在让我是吧？我在等你。哦，我懂了，他不想打我，让我用酒回血。那你要拖很久啊。不久，3分钟。
板子不行。我去，我还他们要，哎，等会我弄错酒了，我操！我弄错酒了。嗯？你有一个分身的机会。你轮盘没转，那你等死了。对。你看没有？让我踩到酒会死、啊。自动瞄准，他这个就很烦人。哎呀，我操！他这样就会打不到，他这个刀气是很怪的，他不能那个撇到你那边去，不然的话刚才两刀也是一个问题。手抽的话，精度会比较低。这边七选的最后一把，瞄一下什么屠夫。那一瞬间我啥都看不到，你直接往后一撤，然后我就看不到你了。等会儿，我操！搬那个板子就好了。我感觉贴着板子，你过来我就回去。这打这个角色就是贴膜，上了球了就是。有道理。就是贴贴贴。这边的话，我们来最后一把不卡张狂的打法。不卡张狂的话，能溜多久？哎，运气好，只上了个黑的。打这骑士得贴膜，那就贴吧。嗯？这你怎么能打到我？神奇。但是也不亏了，反正，反正你。看这一刀又没打到，反正你也要吃，要卡张狂的，就当做是卡张狂。哪里要卡的？你就不卡嘛，是不卡呀？但是能打的就打嘛，打不到那就当做卡张狂了，是吧？有没有这道理？这一刀怎么也没打？我不要，不然放弃一刀斩，直接不带一刀。操，卡不了这位。等着转轮盘吧。